师们。好，欢迎四位新造型登场，而且已经换上了冬装哈，殊不知现在30几度。好，来，先跟大家问好啊。来一起吗？有没有团体的打招呼先？来，大家好，我们是Lion狮子合唱团。Yeah！ 哎，其实也真的才一年多而已耶，时间过得有点快，但你们做的事情有点多。我们先讲造型，好了，今天好时尚。其实最近大家看到老肖都知道，他跟时尚接轨的非常密切。今天这个衣服呢，是整个亚洲区男艺人首穿啊，就是这还没有上市，但是时尚的品牌非常的重视你们，给你们首穿。各位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衣服，老肖，你一定记住设计师的名字了。好，你来讲讲团长。这个品牌是 Urden Crossover H&M。 漂亮，耶！这个 Urden 品牌很知名，但它很少做男装，这次跟 H&M 合作，还没有上市哦，下个月才上市，但是抢先让狮子穿，很帅耶。这个有小碎花哦，哎，你怎么没有小碎花？小强，你背台在别的地方。好，比如说在哪里？大家都再来比一下。好好，欢迎四位以时尚的造型登场，那么让他们更加的霸气啊、哦！你里面那个怪怪的，那个你可以把那个像睡衣哦，像睡衣的西装裤这样子哦。其实就是睡衣，这个就是一种现在时尚的风潮，睡衣外穿，但其实睡衣风，睡衣风。好，我们要回到这个过去一年的改变。四个人，当然老肖我们最熟悉，我们让他最后来说。其他三位团员，我们是去年才认识你们的。这一年你们自己有什么改变或者是心得吗？你看，包括去湖南卫视歌手2017，那是一个竞争超级激烈的舞台，对不对？阿俊，你先说。我个人觉得。进到这个环境之后，步调都变得非常快。是是，对，因为我的步调是很慢的人，看得出来。对，所以就习惯要去强迫自己。会不会跟不上？因为他们都很快，上班节也很快，华纳音乐也很快，怎么办？你会不会觉得压力特别大？就是要很多事情，我都要提早一两天先。预习要讲什么？对，了解，要先想好，先做好，先练习好。对，因为像老肖，你看他自己的专辑都缓了，可是却狮子一年出了一张，这是你原来的计划和想法吗？一年就做一张狮子也太快了。是，是，还是不小心变成这样子？没有是，但是计划有时候也会变化。对对对对，可是。还是挺顺利的一些。然后我们狮子现在发行第二张嘛，其实我们已经在准备第三张。哦，真的这么快啊？因为其实我们是要准备第三张，那第二张先准备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好像听得懂，但没什么道理。但是好像又也 OK。我知道了，第三张是原创的，还写不出来。不是，怎么写不出来？所以就先做翻唱的，对不对？不是不是，好，不过这样蛮好的，因为早年华语歌坛一年还可以出两张，其实那样蛮好，可以累积很多的作品。好，好，我们先回来这个团长，这一年来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收获吗？头发变长，还有他一直都是飞哥一样变短。啊，其实就是我们在参加很多那个电视节目啊，或是一些演出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其实为什么是三个人？你刚刚是漏掉谁？我就说那个没有碎花的那排挤吧。我漏掉我自己，自己我漏掉我自己。我们三个人，好，继续。然后我们一起，所以其实压力其实没有一个人独自面对来的重。对。然后也是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其实像Gage刚刚讲，其实很多事情我都在调试，然后想要赶快进步这样子。是。但后来其实我的部分，我其实最后会有点静下心来，因为那个才是我们静下心来之后创作才是会是最顺手的，所以其实心情还是会需要稍微调试一下。对，有的时候是万人的观众，那个是很嗨的。回到家里或回到做音乐的时候，必须要稍微calm上一点，要冷静一点。这个调试是一个学问，对不对？如何从万人拥戴变成这个独守空闺？那我刚说你飞哥真的不是我乱说的，我今天上网搜寻 DQ， 在 Google 图片就会出现张飞跟你的照片，这样。我不知道是谁这样在做对比图。还有五个阿北啊？谁？哦，五个阿北，对对对对。我其实有自己磨刀，做过那样子，问谁什么？有必要还要模仿五个阿北吗？那飞哥也来一下，飞哥。
好好 Q 我。强强呢，这一年你觉得有什么改变？那哎，好，然后我觉得生命真的很奇妙，需要感谢的东西很多。对，那我没想到一年之内可以做这么多事情，是，我觉得真的很充实。然后我会觉得原来那个潜力跟极限可以，我会觉得好像其实根本看不到深浅，我会很期待未来自己可以走到什么地方。了解。然后很感谢生命，感谢一切。对，其实就是感恩呐、啊，很正面，很正面。因为过去呢，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很负面的人。哦、真的、啊。对。所以他刚刚那番话，我是吓一跳。他整个人都改变了这样子。对，是有去什么宗教或者什么，还是得到什么启发吗？可能有换血吧。被另外一个人哦，因为你生病了嘛。不过真的啦，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忙好忙哦，可是状态还是非常好，尤其这张专辑哦，有点像紫色的衣服。哎，烦嘞，这张专辑要到13号才会上市，那听过的人绝对都是竖起大拇指，请歌迷们期待 ，OK？ 他们真的又忙但是又用心哈、哦。聊完了吗？好，四位，那你呢，老肖？因为过去你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一年来你多了很多场合，不管是音乐节，都有这些兄弟陪着你，那个感觉应该更好吧，更过瘾。其实有的时候就很放松，更放松了，就可以放空，因为可以交给团员们对去表现嘛，而且他们也应该要去表现，更多的去表现，那我就。可以休息一下，也可以把一些这个经验互相传授交流，靠一个对不对？他每个人都是高手啊，借机也可以成长。对啊，我们三个是高手，没有。哦，原来被排挤的是阿曲，被排挤的是阿曲。好，我喜欢看他。为什么？他比较好欺负。对啊，他脾气很好。这就是老肖组团的目的哈，就是说可以放空，可以欺负人这样子哈。好，怎么了？啊、你还在安慰他，你捅他的时候用麦克风，安慰他的时候，你安慰他的时候也可以用麦克风啊，你可以用麦克风称赞他呀、啊，用麦克风。他这个个性很好，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逗他。OK， 辛苦你了，成为开心果也是不简单，对不对？好，加油哈、哦！会觉得有点哀怨吗？还可以。哎、欸，你看起来真的就是很好欺负哎，我也忍不住啊，不行，要不要试看看？不要了，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音乐啦。来 ，Replay 是这张专辑的名称。好，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上市仪式。10月13号，这张专辑就要跟大家见面。中英文经典歌曲跨世代的收录，请准备按下 Play 键。四位狮子的合唱团成员，来准备哦，各位，我们要有一个上市仪式，让大家看看我们正式版的封面到底有多帅了哈。来，倒数3秒，请按下 Play 键。3、2、1。道具启动，10月13号 Replay 专辑《狮子合唱团二》正式发行。好，后面正在做一些变化，来，各位可以看一下后面的道具正在激动中。呀，正式版的封面非常有 Q。来，我们跟这个专辑来合照一下，大型的道具合照一下，谢谢。好，那在哪里比较好呢？中间可以吗？中间可以，你们可以，那个蛮高的，不会被挡住。好，谢谢四位可以有点默契吗？对，这可以，靠我一点没关系，因为那个蛮大的，对，某棍霸有的。好，这是我们第二张专辑《狮子合唱团》，一年多的时间，马上带来的新作品。然后呢，这个选歌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待会我们让四位来分别分享一下。你将会在这张作品里面听到什么歌 ？Replay 除了我们现在一直热播的这个《我们的爱》之外，还有很多厉害的歌曲，不知道他们当时怎么挑出来的，就这么多好听的中音歌曲当中。好，来视线一致哈，左边看再一次好不好？来视线一致，来左边，好，照顾一下左边的美女朋友，感谢。好，右边的来一下，谢谢。好，视线再回到中间。好，谢谢各位大哥。好，那揭晓的专辑之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曲目。来，工作人员帮我们上一下道具。这个曲目呢，我们也要请四位跟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因为确实蛮多元的啊。来，我们分两边站好了，两边站啊。我们看到有，比如说张震岳的歌，
有 FIR 的歌，有 Bon Jovi， 大家知道了他的偶像，有信乐团，有非常非常老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然后也有比较新的 James Brown 的 You're Beautiful。 请问一下这个选歌是怎么决定？站长，我们当时是全部人坐下来，然后开会开了好几天这样子，然后我们其实列了比这个歌单更长好几倍的好多首歌，那可能大概交了十几首吧。哦，然后在公屏一人交了十几首，一个人交了十几首，大概那是有五六十首歌。哇，你数学很好哎，好棒啊！然后再投票开会。可是老肖，我问你，因为老肖过去，我数学真的很好哎。真的吗？62-4是多少？62-4，你问我答案啊？58。你还犹豫了？你故意在拖时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这个节奏我都好了。我想问一下老肖，要不然来问一题？再一题啊，48+16。48+16，对不对？你记差64。你看根本算不出来。好，再一题，78-1。你有事吗？你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好，77+23，这么简单？100。哇，好棒哦，好棒哦！我陪他玩一下，好累。好，接下来我要问重点，老肖，你惩处的敢不敢？惩处，开玩笑，开玩笑。来啊！老肖因为过去翻唱过很多歌嘛，比如说有国语的、英文的、爵士的，可是这次你变成你有这么多人一起讨论哈，就不会意见不合嘛？以前你自己想唱就唱，现在有要听这些人的意见，在选歌的时候。这些人。对呀、啊，你的团员啊，会不会有意见不相左？你特别坚持的，你想唱。不会，其实他们都很听我，因为他们都以我唱的舒服为主。哎，这是重点啊，主唱要舒服为主哦。那有没有哪一首歌你们各自想推荐的？来，小强，你最喜欢哪一首？这么多的翻唱的这次英文歌曲。哦，我都很喜欢的这首曲、嗯。或是你录的时候最难的，或是最有回忆的，印象最深的。如果讲录音的话，我觉得印象深的可能是 Purple Rain， 但是我自己在我的歌单里面有出现的是《天亮以后说分手》。哦，但你的歌单，那 Purple Rain 是谁的歌单？啊，是老肖的哦 ，Prince 的经典作品。但是录的时候为什么特别难忘？难录他有一段，我自己觉得是一段很大气的时候。OK， 摆在那个位置。很深沉，这个歌很深沉。是，所以每个乐手的这个表现都很重要，对不对？团长呢，你哪一首歌比较印象深刻？It's My Life。嗯，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影响我在我念书的时候玩乐团的时候影响我。也就是最很深的歌啊，你也是喜欢Bon Jovi这样，所以要来向他致敬哈、哦。说什么？用麦克风？啊，从小就影响。对，阿举呢？阿举，18×3是多少？不用回答，不用回答，想欺负你一下。来，你呢？你最喜欢哪一首？是你最难忘的？应该是 Sometimes When We Touch。哇，这个歌很老哎，这个歌来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出生呢。为什么你喜欢这么老的歌？我其实对他印象很深刻是录音的时候。因为你就是要呈现他的氛围，就是跟他的歌名一样，是，所以对我来讲是不容易的。氛围呈现是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就是你鼓打的要很像，我就真的很像，我们就好像碰到你，碰着你 touch 的感觉。OK， 哇，很有意境。老肖呢，你最想推荐或者你自己有故事的是哪一首？还有想要特别讲的？其实都很难哦。是。那像我们的爱，再见我的爱，哦，我们的爱，哦，我们的爱，哦，再见了，很像，再见我的爱也是，就是我从小听嘛，是，你从小听，是啊，哦，樱桃帮没有很久哎，樱桃帮出道的时候我还没出道，哦，也对，对，所以我在餐厅上跟他唱他们的歌，所以算是从小听，了解，然后其实每一个基本上都是，包括 Bon Jovi It's My Life， Purple Rain。我们的爱都是秘密，都是陪伴我长大的歌。是这个选曲呢，真的是跨时代，而且跨语言，很难的了哈。请大家都拭目以待，因为每一首歌的编曲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哈。如果硬要选你们最爱的一首歌，四个人同时讲，看看默契会不会一样。准备喽，狮子合唱团最爱的最新专辑《Replay》到底会是哪一首？我再帮他们拖时间，依然准备倒数100秒，100、99、98，好了，3秒一起说哦，看默契不一样，3、2、1，我们的爱。
大家很有默契，好，四个人非常的团结，来跟我们的这个曲目表合照一下哦，我们做的非常有巧思，把吉他呀、麦克风、keyboard 都弄上去，请大家帮我们拍一下啊，做个纪念，十首曲目全部推荐啊，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每一首歌都有一些改编，老肖也唱得非常非常的完美。精彩，当然每一位乐手呢也都是使尽了全力来做这个编曲，还有在弹奏，希望把每一个音符都能够重新的打造新的经典。好，左边来一下，谢谢。好，中间。好，来我们测一下这个，我们跟那个 replay 也拍一下，那个灯也做得很漂亮。好，四位再靠一下这个背板，好，让大家再次的记住我们的专辑叫做 Replay， 大家也可以上网呢玩一些互动游戏啊，我们准备了很多好玩的东西等着大家。好，来四位视线从右边开始哦，谢谢，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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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到中间。好，左边。OK， 可以吗？可以啊、哦，谢谢。啊，再一把，来中间下面，换个 pose 啊，大哥说换个 pose， 来霸气一点，霸气一点。好帅，很少有人穿睡衣还这么霸气的，一副就是老子要睡觉怎样？好，谢谢，来麦克风来送上来。当然呢，现在呢，他们也是喜事频传啊。我们现在要针对个人来好好聊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恭喜金音奖啊，这个最佳乐手奖入围者立 Q， 恭喜团长。因为我们就是要鼓励文化部，要鼓励幕后的音乐工作者，或是站在旁边的乐手。是是是是。入围有什么样的这个？这几天有没有还有什么心情的发酵？其实当天我是吓了一大跳，然后也真的很高兴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做上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使劲浑身解数，对，所以很高兴啊，是被看见了。对，然后。但是我个人还是很希望可以得这个奖，然后为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还有四个合唱团拿下这个奖。是，可是你有看到入围名单吗？很强啊，很多了厉害的乐手，还有一个是我的老师。你的老师在里面，但你却想要从他手上抢走这个奖。到时候如果有这样的话，就跟他说谢谢老师的支持。哦，其实如果得奖就上台谢谢他了。是，那如果没有，你还是谢谢他啊。但是然后就恭喜他。立Q 不要紧绷，因为这个奖很特别，他过去有双黄蛋，就是入围名单是七八九十个，但是曾经有过两个人同时得奖，所以你的几率是很高的。加油加油啊、哦！恭喜你入围。奖杯还是两个。奖杯还是两个，但奖金除以二，这样可以吗？还有奖金、啊？当然有奖金啊！对啊，1350啊，车马费。但奖金领到还要除以四。哎呦，这不用吧？啊，奖杯放我家去。好，恭喜立Q， 真的很期待这个奖项，祝福你啊，祝福你啊，恭喜你入围哈、哦！那对于其他两位没入围的，你有什么话要说？这还有两个乐手啊，好加油！两个乐手，哎，小强，我们也要恭喜你康复了吧。哦，抱病拍封面，抱病 comfortable， 还好吗？抱抱一下你的状态到底是什么？下个月可能下个月要再开一次刀。可是你玩音乐会有影响吗？不影响，现在就是活动自如。我听到他的医生，你也有听到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听到？我刚刚也没有听错吧？只听到咔咔的声，对不对？所以你没玩，你可以吗？真的吗？可以可以。在做这个声音是因为关节跟关节之间有空气。好，我用麦克风，我用麦克风。卡什么卡？所以是完全不影响你弹乐器了哦。不影响，而且我已经开始复健。哦，那就好。就是有刻意用这只手去提一些重的东西。哦，真的哦，哇，这个很认真，加油。那你可以这样子甩十圈，我看看。没有，这样把它弄。单手不行这样。单手不行，我很喜欢这个建议。每一段之前都做不起来。哦，加油了哦。那老肖也是喜事不断了啊，参加很多活动啊。那电影的事情你要讲一下。生命。要讲，我也蛮好的、啊。对，没有没有，那个休息你好好做狮子的宣传嘛。不是不是不是，没有休息，没有谁跟你说要休息。报纸写的，报纸放人心吗？
也能啊，可以可以，没什么东西，因为我早就知道停拍了，所以它是事实啊，可以，本来就是抱死是可以信信的，对呀、啊，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哈，但是你就可以好好投入狮子的宣传呐、啊。对不对、哦、有更多的时间嘛对哦对对对所以祝你早日康复祝你得奖祝你早日出拍哦哎你没有话题耶有没有他的话题早生贵子有没有谢谢你自己想一个话题出来好不好快点不然存在感太低了、嗯、最近有什么事情快点我做好、嗯、大家绿叶聊一下被欺负的那个心得好我们来聊霸凌好了反霸聊不完聊不完真的聊不完反霸凌行者反霸凌的单位找他来代言他会有很多故事可以告诉你们哦。好了接下来我们华纳音乐也要送你们一个礼物希望你们在音乐路上继续发挥狮子合唱团霸气的精神来请送上我们的道具我们也预祝这张专辑上市成功每个人喜讯不断最重要是要贡献更好的音乐跟实力给所有的歌迷来请四位分别站在左右两边我们现在看到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狮子的橘色 logo 但是它会有什么巧思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华纳音乐做道具是有口皆碑的啊、哦、两岸都是这个数一数二所以我们现在请准备有一个杆子有没有看到对好等一下麻烦 NQ 队团长三秒之后麻烦你打二档、哦、倒车好准备哦我们道具会出现什么巧思呢来三二一这下面签名，这下面签名卡住。好，我们看到狮子呢，它有一个有点像是那种对联哈、哦，它调出的是音符的一个布幔，也就是希望狮子合唱团继续创造出更好的旋律跟音符。谢谢，来请看前方。谢谢，谢谢他们的巧思。好，跟我们的道具合影一下。大家也知道老肖的个性啊，东西要做得好，他才会端出来。所以请大家千万一定要支持，帮我们分享即将在10月13号发行的《狮子合唱团 Replay》。好，来左边麻烦四位视线一致，谢谢。好，再来麻烦右边。好，再回到中间。谢谢，好，谢谢，再麻烦麦克风，谢谢谢谢，很可爱，调出了很多的符号这样子，喜欢吗？老肖这个道具，这个小诗，这个小设计，你有介意不？嗯，你喜欢吗？喜欢。你说卡住的时候？不是的，调出那个符号。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的哈、哦，很棒的想法，是吧哈、哦？阿菊喜欢吗？真的、啊、是掉出钱你那个喜欢吧就一按然后掉出不好说不好说好最后团长再带最会说话的团长来最后再代表狮子合唱团谢谢大家哈来好我们带来这张翻唱专辑也是由我们就是充满我们的心血在里面那希望大家还是多多支持即使是翻唱专辑对我们还是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希望可以让以前的翻唱以前的歌曲去让我们然后可以带来不一样的色彩也许也可以让所有的听众重新再喜欢上这首歌谢谢加油加油讲得好好你给我抱确实啊翻唱是一种传承很多歌曲年轻的歌迷可能没听过但是因为狮子的关系这些歌可以被流传这就是翻唱的意义谢谢四位谢谢